不是你是他师傅是吗？对，没有没有，他刚说喊刘一刀来跟我来 PK 一下，怎么带粽子过来？没带球拍啊？这个就是我的武器。不是，咋着？不是说我们刚就打球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是打球的，不是你别冲动，你别冲动。就是这个打球的啊？你就用这个打球的？高手在民间啊！说要不今天咱就打这儿吧，我就不打了行吗？我不想拿生命开玩笑。我真不打，我认输，今天我认输，你回你带走，你拿走啊！来了。